因为我们翡翠很多专场，所以翡翠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收藏的项目。我们很多藏有很多很多翡翠，所以就是对对对，多都不怕多，因为每一个都完全不一样的，对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哎，真的，我们有些客人，刚才有个客人来买，他随便拿就一两百个出来了，是我那边客人有几千个、一万个都一点都不奇怪的，对对对对对，翡翠的，他就是对呀，收藏，因为他每一样收集的都不一样，每个不一样，所以你就是对对对 ，OK， 哇，这个种很好啊，对呀、种好而且厚装、工艺雕的很好。这个叫西域，西域哦，价钱也不贵啊，你看啊，后装才1500，冰有冰啊，1500。后装现在这么后装的难找呢。对，哇，你看这个，这个男士戴上去啊，嗯，这个是高富帅，这颜色漂亮啊，颜色很辣，很漂亮，嗯，真美。美，这个美，对，也个很大，5500，真的5500。所以中国人多少翡翠都不算多啊，对，都想要更多。你看，这个有历史年代的，现在没有人出这个工，为什么？原先的这个是镂空雕刻的，颜色很亮。我现在想啊，还有现在这个镂空雕刻的极少极少。我想，对呀。白玉倒是有，翡翠是真的很少很少。它这个是因为是硬玉，所以说很难雕刻。硬度高，而且它还有一点小巧雕，你看这个鱼都是有黄尾，在海带上产，1900，这个给的是还不止10年前的价格，十年前的价格，20年前的价格，对对对对对，绝对拿出来有性价比的。然后这个石来运装，中水很好，后面可以打开的，它这个全部是镶18K金的，来给你打开。你看，单单这个现在金这一项去做都要做，2000多3000了。对对，金，重金打造。3600。对，3600。然后至尊观音，都可以打造。也是2600。对，相当不错。错过了就没有哈，这个都是经典的。全部是18K 的，用的都是真钻。对，你现在香工都很贵，金越来越金越来越贵，市场很少货，你知道？我在广州，因为我时间也没有什么时间，可是少货没有，就是他们不太多货，他们不怎么出新货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金价太高了，相近的人越来越少。为什么？你这个成本要跟得上去。但是我们给的就是原先的价格，老早的价格。但他现在这个设计的版本镶金真的是老贵的，满色的山水牌，3500，这也是能，这两个给的是特别抢手的价格，如意，对，在1090，对，1090，去批发那里都拿不到这价格了，工钱都买不到，买不到了，工钱都买不到，对。是一定要有18K， 都整，你穿体就有，一定有 S 才给你，一就不用。哇，你看工都很贵的，这个工双层，双层工，可以打开，对打开，就是收。但是没有 S 哦，没有，才看得到的，花到钱你都可以看得到的价格。对，好，然后看手镯，手镯，哇，手镯永远就是。那你来讲吧，我就讲的不到位。手镯是正阳绿，嗯，带飘花，这一个呢，谁能戴上去，真的性价比超高，但是价格也不贵，2900其实真的买不到东西的。你播过这么多手镯，你就知道了，这手镯谁能戴上去，真的是干净的，很纯粹啊，而且戴三彩真的是太难找。对对，2900是很可以的，很可以。我刚刚看到这个紫罗兰也很可以的。当然，拿过来性价比较高。你看这个绝对可以，大家各位藏友们，这个现在都过万都不过分的。对，59圈3800，这个对过万不过分的，因为现在真的市场没有什么货，就是真的没什么货。OK， 香港那些人也
没佛不起起佛、啊、其实拿回家价格卖更高，实际实在话，对对对对，有时候就是不想这么折腾，这个可以有3800，可以非常可以，正常的来这边我们这边价格都想卖掉，就是价格这些都很相对的不错，这个是带飘花、嗯、颜色带色根，带色根的是比较少，你说2100去哪里找？对对，2100真的没话讲，而且很完美。嗯，康康的想来康康医生，我很喜欢听那个康康刚刚说。他要用那种的。就你两个叮当一下就好听了，对对哇。嗯，也有问题的。你这样子，我喜欢这样的声音。哎呀，好听。对呀、啊。对，很清脆。货，他这个说真正的货，你这一敲出来，他就因为2100是很好的，对，就是看你手圈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是要看每个人的手寸啊，这个是很好的，60寸，这个白月光戴上去，白月光啊，对呀、啊，又白又透，你看，而且完美。白月光，对呀、啊，手镯很难很难有好的，对，好的话真的天价的，这一批都不错。刚才我在打价钱的时候，我已经感受到了57寸。这个4800很干净，很纯粹。拿过来，我们是有心成交的。嗯嗯。你说拿过来，我们不是说玩玩的，就是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所以说给的价格也是相当的优惠。对 对, 对, 对对，相当优惠，相当的好，比平时节律的价格都低耶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嗯，相当的赚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4300，57圈。嗯。正阳丽飘花圆镯，这个飘美人镯。正圆绿飘花57寸、嗯，这几只手镯真的性价比都很高，一点点，相当不错，对，很纯的、啊，这个也很好，那这一对一对性价比很高哎，嗯，那手镯一对的真的是很难找，1100一个，对呀、啊，56圈也是标准，这个颜色很正哎，标准的那个，哇。相当不错，相当的好了。对，镯子很难买到自己适合的。你看到那很多只呢，这两只我都挺强的。这几只，纸质的这是很这个3000贵的，但这个3800，那这两个都是57000，那这两个都很干净，这个也很好，因为性价比也高。嗯、这几只都是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。这三只我个人非常哇，你看，对呀、啊，声音非常。嗯，很棒，很那个，对，这三只我都很喜欢，这三只，对，这包括性价比也高，手镯很难买的，你以为就是有些人买了好多年都买不到，因为这现在越来越贵，是不是？看中的就哇，这个黄色2300，黄色的现在也是很那个稀少，对，反悔的太难，嗯，做出手镯很难。坠子倒是对，不错，好，这一批手镯性价比中，性价比当然来说拿过来性价比要真的很好，对对对，因为手镯很多做翡翠的人不愿意做手镯，因为有手镯难套 size 的限制，是不是？所以对，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要感谢我们的常友来，好，但有兴趣的赶紧订阅频道，谢谢。我感觉能卖2-3只手镯的，没事，对，因为。很好，这批手镯的确好。刚刚拿出来性价比比较高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啊。